我害怕没有规则的声音，混乱的环境，拥挤的人潮，却没有任何保护的措施。但是我还是试图从这样混乱的状况找出一般人看不到的逻辑，但有时候会有我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。同学，你东西掉了！同学，你东西掉了！喂，你有病啊！没事吧？这柜他是哪一班的啊？哦，我们班的啦。结果，结果，结果！这个白痴又是哪一班的啦？哦，也是我们班的。你们班也真是人才济济啊。找到正确的齿轮，卷好电线，装好线圈，就可以让原本静止的物体被电力驱动。在物理的世界里，不会有无法预测的行为及混乱的声音，让我感到安心。哎，文佑，今天跟你一起上学的女生是谁？哦，干屁事哦，滚哪！这些地球人又要开始一天混乱的生活。哎，中奖了！哎，收手机了！哎，王文佑，这最辛苦了吗？超帅的，借我。嗯，拿去。班长，这也算穿戴式的智慧型产品。按照规定，这也要收起来哦。手机收了就连不了线，这又不算违规品。你有意见就去跟老师说啊，我只负责收。没关系，帮他收，收你的。没错，班长就是要这样，以身作则。喂，你不要太过分。干嘛啦？好臭哦！这是什么？谁叫你碰到回收妹？回收回收妹啊！等一下，那这要怎么处理啊？干嘛？不说就算了嘛，还打人？哎，他就是雅思伯格妹，跟他道歉。他有名字，叫做林以恩，不是什么雅思的。要是我也有雅思什么鬼的？我也不要别人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而道歉。可是你刚说的话已经伤到他了，你假什么正义啊？我老师来了。雅思伯格回收妹，林以恩，班上有人钱被偷了，班长要你现在回去。不用翻了，应该不是他偷的。都翻到差不多了，才说不是他偷的。你还真的是很相信他哎。上一堂课就只有回收妹不知道跑去哪，你相信他，我可不相信。那里面也有我的钱哎，有20000块在里面啊。乔尼的钱也不见了，我比你还想知道凶手是谁。哎，我看你们不用找了，直接找老师来比较快。除了回收妹，另外一个嫌疑犯就是世贤。这堂课上到一半你就冲出教室。我觉得应该要收他书包。凭什么你们可以随便收别人的书包啊？
林以恩好欺负就算了，我才不要嘞！不做亏心事，不怕收书包。你就是小偷。谁是小偷啊？说谁小偷啦？哎，刘贤，你的抽屉怎么这个？为什么腰包在你这？怎样啊？那里面有我们的钱。小偷，世贤，你就是小偷。廖世贤今天早上一直都在大便，因为他今天早上喝的是奶茶，而不是平常喝的豆浆，推测他应该有乳糖不耐症，所以他在自然课的时候才冲出去大便。虽然大家都知道我在落赛了，但还是很谢谢你耶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早上都在落赛啊？你是不是偷偷观察我啊？你在找什么？手册。手册？长什么样子啊？长得像手册的手册。会不会是掉在其他地方啊？我把今天走过的地方都找过一次了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你推的时候被人丢到回收桶，但是没有。可是他应该就在回收桶啊。没有没有，为什么都没有？不要再踢墙壁了啦，踢墙壁只会让自己受伤，而且也找不到手册啊。啊，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可能找得到，来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你找到了。你会想坐遥控汽车哦？我不是想要坐遥控汽车，这只是实验。我想要做出最环保、跑得最快的车。咦，我为什么会在这边跟我喜欢回收垃圾啊？因为我就是你的朋友啊，才会帮你找手册。而且去垃圾堆找东西这种事情，如果不是真正的朋友，才不会去做吧。跟你是好朋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的确也有朋友的需求，但是一般人都觉得我是怪咖，根本不会想要跟我做朋友。你说要跟我做朋友，我能想到的就是：一，你骗我；二，你有求于我；三，你被众人排挤，所以只能来找我。你真的是很奇怪。想要成为我的朋友，你就必须忍受我这样的怪咖。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我是小偷，所以我想拜托你，可不可以帮我一起找真正的小偷？不然我现在就算去跳基隆河也洗不清了。你跳基隆河本来就洗不清啊，基隆河的水质处于目前这十年来最严重的污染呢。哎呦，这只是一种比喻啦，你能不能帮我吗？等我确定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再帮你吧。看似不相关的事情，透过某些线索就可以连接起来，但是要找到看似无意义的线索，却又重要到可以把所有事情建构起来，是最难的事情。但就像墨菲定律一样，总是会有意外发生。这个位置不错哎，我怎么都没发现呢？你都在这里吃午餐哦？我先说哦，我不知道你在这里，我只是想直接在这里吃完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战场打球了。不是因为没朋友，也不是想来这里陪你哦。你今天吃什么？要不要交换吃？我们只是朋友啦。我跟你不是朋友，你为什么一直来烦我？说真的，大家都觉得我是小偷，你现在已经是我唯一的朋友了。所以只要我帮你找到真正的凶手，你就会回去你朋友那里，不会再来烦我了，对吧？也可以这么说吧。好吧，我帮你讲清楚。
真的吗？谢谢你耶，你真是好朋友。